大家你看哦，我你看很多很多实体发票在这啊。很多人在说，在这个数位时代，我怎么有很多数这种实体发票？我说，哎、欸，拜托，现在超商有很多很多那种店员都女生啊，我真的很受不了。女生每次都说要印吗？要印吗？要印出来吗？要印啊，当然要印啊，马上要印了，掉了一点时间都要印了。